了。怎么样？预备，还没切啦，宝宝，你要干嘛？预备，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没切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你怎么不唱？还没切。快乐。祝你永远快乐。啊，你没有唱，那巧克力不能吃。我不会唱英文的。先唱英文。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哎呦，怎么没有声音？没有电了，有人关小声了吗？再按大声。关大声一点，关低低。你过来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越过来越可以。可以吹蜡烛了没？好，你跟爷爷一起吹，吹先吹蜡烛。爷爷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吹蜡烛许愿，吹蜡烛再切，对，吹蜡烛开灯再切，好了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好了，然后弟弟开，吹蜡烛，呜，弟弟的口水，呜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蜡烛没拿掉了，等一下啦，周爷爷，你们急着切蛋糕啊，开这样，开两边，旁边都开呀、啊，等一下，旁边，两边都开，开这样，开就这样的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切一半就好了。我要巧克力。好。那这个巧克力还是、这个？都给你，全部都给你了，很快都给你，整个蛋糕都给你。好。等一下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就给你。好。你要吃什么就给你。我还要奶油。你吃最好的。你吃最好的。你们要吗？弟弟没有牙齿。弟弟没有牙齿，好痛。已经没有牙齿，你占便宜。他想要吃李默。小糊涂，你不要笑哎。口水，口水，那围兜再换一个围兜吧。在地上可是要吃安的，爽。再来一个围兜，口水。好。空空空，不过再切，好了，看菲菲先吃什么最先的，好，巧克力，全部给，全部给，你只要巧克力不蛋糕，要吗？当然要啊，你不吃蛋糕啊？巧克力是巧克力，那这样好吧？蛋糕是蛋糕，它最喜欢吃巧克力，再吃蛋糕，好吧？可以。没个数字、啊，多少岁数？对呀、啊，嗯，买一根就好。还有这个，这样子还有哪一个？还有这个。哎，再切一点，太小。用手。哦。再切。这样好吧。好，吃完了再给啊。拿一只，给我。吃完了再给。